大家好，我是易彤。现在呢，我们就是从夏威夷檀香山所在的欧胡岛飞到了夏威夷的大岛，刚从东边的希洛机场呢拿到车，现在呢正要往酒店那边去开。现在我们就开到了啊，接下来就简单的看一看酒店的周边。我们刚把行李放好后啊，接下来就是要去附近的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呢就叫做彩虹瀑布。这个景点呢还是比较近的，也就不到5英里，大概也就10多分钟就开到了。虽然这个瀑布叫彩虹瀑布吧，但是感觉彩虹这个事呢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吧，一般呢还是雨后才更容易见到。虽然现在天气呢确实有点阴，但是感觉应该暂时还不会下雨。我们现在开的这一段路呢，还是能看出来大岛希洛机场附近的道路和建筑呢跟美国一般的城镇差距不大，所以说开车停车呢还算挺方便的，而且周边的饭店超市呢其实都不少。不过跟檀香山所在的欧胡岛相比呢，还是相对冷清了不少啊。现在我的右手边这个小路口拐进去应该就快到了。看完这个小瀑布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沿着东边的海岸线一直往北开，最后呢再绕到这个夏威夷大岛的最高山茂纳凯阿火山的天文台。接着呢我们就还是先要去一个州立公园，那边呢也是有一个瀑布，但是这个州立公园呢其实并不大，或者说嘛步行的区域也没多大，而且因为它停车位是有限的吧，所以说它停车费呢需要25美金，现场呢有人收费，也可以网上去提前支付。现在我们这个路口左边拐进去，没多远就到了。看完那一个小型的州立公园呢，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开往一个山下的小型公园，
因为它是在山下嘛，所以说那边还是需要走一小段的下山路。整个公园的范围呢，感觉还是不小的，相当于呢是一个沙滩公园。现在我们已经刚看完一段下山路啊，已经到底下这个公园了。可以看到呢，这边还是不小的，停车位呢也很多，整体环境呢感觉比之前两个瀑布区域呢其实更像一个修建比较好的公园。现在呢我们接着往前开啊，接下来呢会去一个景点，这个观测点呢其实是可以开车开到这个山底下沙滩，但是必须是四驱车才能允许你下山开到海滩。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开到这边了，可以看到这边停车位呢其实也是比较紧张的，这个牌子上也写的是只能停30分钟，我们就是简单走一下去这个观景台看一看都是什么效果。刚才呢就简单的在观景台看了一看，感觉山底下的沙滩呢应该还是会不错的，不过呢我们想早点去茂纳凯阿火山那边，接下来呢就还是直接往茂纳凯阿火山那边开。茂纳凯阿火山的天文台呢我就不细说了，我有一个单独的视频呢大家可以看看了解一下。值得说的呢就是这个天文台呢是世界上最好的观星点，而且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天文台，也有很多国家的天文台呢都设立在这里。不过要注意的呢还是必须要四驱车才能上山近距离的观看天文台，天黑后呢其实它就不允许车上山了，也需要呢游客都下山，从而不影响天文台的工作。不过山底下的旅客中心呢也是一个观星的好地方。我们从天文台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天黑了，所以说直接就准备开到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民宿。现在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开往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火山国家公园呢我也单独发过一个视频，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大家可以看看我那个单独的视频作为一个参考。值得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因为大岛的火山呢是活火山，所以说车行的道路呢肯定不会建立在熔岩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所以只想靠车行来看到岩浆呢理论上是不太容易实现的，大部分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步行才能看到。
不过火山国家公园里一直往南开的那段路呢，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逛的，算是一个视野非常开阔的海岸线之旅。接下来看完火山国家公园呢，我们就准备开往南边的黑沙滩。黑沙滩呢离火山国家公园呢其实不算太远，大概就不到20英里的车程。黑沙滩呢是因为这个熔岩呢被海水不断的冲刷所形成了细小的颗粒所构成的。这个黑沙滩呢据说呢也是100%能看到绿海龟的地方，有点像一号公路的这个海豹滩一样。整个区域呢其实还是不小的，应该算是大岛游客最多的海滩之一了吧。这里边黑岩细沙对应着绿树碧水，确实是非常难得一见的景象。看完黑沙滩呢，接下来我们就是准备要去绿沙滩了。绿沙滩呢，全世界呢好像只有4个地方有，因为它的主要成分呢是橄榄石，所以说沙子呢都是绿色的，因此也就叫绿沙滩。达到绿沙滩之前的一段路呢是一大片牧场，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到达停车场之后呢，就需要经过一大段的崎岖不平的路。从停车场到绿沙滩的山崖处呢，步行大概是需要接近1个小时。除了自己开四驱车呢，周边呢其实它有很多皮卡车可以拉人，价格呢是不到30美金一个人。虽然这个山崖是比较陡峭的，但是它其中有一条过道呢是比较窄，所以说基本也不能算有危险。现在我们就是正在开车往这一段绿沙滩的山崖处开啊。
可能因为我是用这个 GoPro 这个运动相机拍的，所以说看起来其实没什么。但是我实际开车的时候呢，其实真是左摇右晃啊，还是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吧。个人感觉这条路还是比较难走的，总有种随时会翻车的感觉。而且没有指示牌呢，其实它我也不确定到底应该往哪边走，或者走哪条路会比较好。但是其实它没有很深的坑，所以说理论上吧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个人建议啊，如果体力好行李不多呢，其实还是走过来比较好。而且因为它也是靠着海岸线吧，所以说你也可以正好沿途看一看风景。现在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开到了啊，接下来走到山崖下呢就是绿沙滩了。
现在又从山崖底下爬上来，我们就是准备开车要往回走了。这回呢，我们决定是跟着这个皮卡车走，看看它的路线呢是不是更好走一点。夏威夷大岛之旅呢，基本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还是总结下。首先，大岛呢是夏威夷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因为有两座活 火山呢，所以说居民和建筑呢都不算多，因此能比较完好的保存夏威夷的原有风貌。与此同时呢，大岛呢东西两边呢各有一个机场，这两个机场呢周边呢就跟美国普通的城市差不多了，各种大型的超市、旅店、饭店都不少，所以基本也不用担心日常的衣食住行。作为一个岛呢，那么自驾开车呢肯定还是第一选择。租车呢一般机场就有很多租车公司，就在大岛机场的大门外，所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价格方面呢，小车呢比较划算，四驱车呢比较贵，但是大岛呢有不少景点呢都需要四驱车才可以通过，所以说四驱车呢还是一个相对更好的选择。住的方面呢，我一共住过四家酒店。第一天呢是东部希洛机场不远的一个沿海酒店，地理位置不错，周边就是一个小岛公园。酒店价格呢也还算合理，外表虽然普通，但是内部比较宽敞。房间的空间呢虽说不算太大，但是它有一个阳台，所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第二天住的呢就是火山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民宿小屋，这个小屋呢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里面的设施呢一应俱全，两个大的双人床，有电视音响、厨具、灶台、吧台，冰箱里呢还留有鸡蛋，各种面粉调料呢基本该有的它都有了。缺点呢就是位置比较偏僻，所以说几乎周围呢都没有什么人烟，而且下雨天的话室内会显得比较冷，但是呢它全程都是电子锁自理入住，所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它还有一个清洁费呢是比较贵，所以总价看起来呢不算太便宜，但是因为离火山国家公园很近嘛，所以说感觉价格呢也是在合理的区间。综合来说呢，对于住的地方有一定品质要求的人呢，还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之后呢，我们在大岛西边的科纳机场附近呢也选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呢也是外表非常普通，但是酒店内部的设施呢非常全，健身房、游泳池、造冰机、自动贩卖机，早上还有免费的自助早餐和咖啡。但是酒店内部的整体空间呢还是比较小的，房间的空间呢其实也不能算大，所以说算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酒店，但是相比于希洛那边的酒店呢性价比其实并不算太高。之后其中一天呢，因为回来的很晚，其实临时在第一天的希洛酒店旁呢选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呢其实缺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没有电梯，房门是用普通的钥匙打开，里面是风扇没有空调，内外部呢都显得有点像上个世纪酒店的感觉。但是优点呢也很明显，就是价格便宜，再加上了冰箱、微波炉都有，而且呢离机场和后边的海边呢很近，所以基本上算是功过相抵吧。对于住的品质要求不高呢，而且基本就是早出晚归，那么这个酒店呢其实还是非常值得住的。最后呢再说回到景点，我是从东边希洛机场附近呢出发，一直向北开，先去了附近的彩虹瀑布。这个景点呢没有多大，就是一个瀑布。彩虹呢其实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但是胜在呢它离机场不远，所以说也算是值得走一趟。之后呢来到了另一个瀑布，这边呢也是区域不大，停车位比较紧张，所以说停车费呢是要$25。整体来说呢特点不明显，所以说算是一个备选的方案。之后呢又走了一小段下山路到山底下的一个公园，这边呢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第一并不难走，虽然道路呢有点窄，但是并不陡峭，而且整个路程也不远，周边的环境呢还是非常好的，停车位也很多，可以算作是一个小的沙滩公园。再之后呢就开到了一段需要四驱车才能下到海边的景点，我们呢其实并没有下去，但是个人觉得呢还是值得一去的。再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开往了夏威夷最高山上的天文台，猫纳卡阿天文台。这个天文台呢是世界上最好的观星地，大家如果想了解下山上都有什么呢，可以看看我单独拍的自驾视频。
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呢，我们就去了火山国家公园。如果想了解呢，可以看看我自驾到火山国家公园的这一个单独的视频。简单来说呢，就是车行的区域呢，为了安全，肯定不会让你有机会看到火山岩浆，步行很远呢才有一定机会看到。但是火山公园呢，一直南下的路呢还是很有特点的，值得开过去。最后呢，就是去了南边的黑沙滩，这里呢就是最容易见到海龟的地方了，而且整个黑沙滩呢非常有特点，一整个沙滩呢非常大，黑色的岩体加上缝隙上的绿色植被，还有细腻的黑色沙子，算是大岛最值得的景点之一。再之后呢，就是来到夏威夷最南点附近的绿沙滩，这一段路呢开到附近的停车场呢其实很轻松，而且周边呢是一片牧场，非常的广袤。但是想直接开到绿沙滩附近呢就比较难了，需要开四驱车，而且呢都是非常颠簸的路，个人觉得呢还是非常难开的，也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之前的停车场那边呢有很多收费的，大概不到$30就可以给你拉过去，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省时省力的方法。当然最环保的方法呢还是自己走过去，大概是不到3英里，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最后一天呢，我们就是环岛走了小半圈，因为都是居民区附近，再加上一直有阵雨，所以说就简单的停到路边看一看沿海的风景。因为它其实它不算景点，所以说也是一个更贴近自然的感觉。整体来说呢，大岛不像檀香山、欧胡岛那么的繁华，风景更加的独特。虽然不少景点呢需要四驱车才能通过，但是大部分的公路呢还是能直达风景附近的。我这一周的夏威夷檀香山、欧胡岛和大岛之旅呢就告一段落了，因为时间精力有限，所以说没有深入的探索到每一个景点。但是旅行呢其实并不是像做科研项目吧，量力而为更能安心的享受旅程。就说到这里吧，最后呢还是多谢大家的观看。